老爷，你看俩人去，那显得咱们对这客人多尊重啊，是不是？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眼啊，你就想借机会出去溜达溜达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就让我去吧，你让我跟九哥好好学习学习。这话算是对了啊，你还真得跟家九好好学学啊。对，老爷，其实我都感觉到了，这世上吧，就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嗯，你看我学会的，我肯定比九哥都机灵。行，看来朽木也能成才。那我去了，老爷，我走了。这小子，报告，进来。据可靠情报，今天上午有名共党分子从沈阳坐火车到滨城，他身上有非常重要的文件，一定把这人给我抓来。是，你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。是。你举高点儿，那么高能看着吗？干点活一天费劲。那你举会儿呗。举高点儿的，烟就举得了，那么多话呢？胳膊都举酸了。你不还得举？可不！哎呦我天！哎呀！干啥呀？我，少爷，你俩像幽灵似的上这儿晃啥来了？啊！老爷说接个人儿，搁奉天来的。去。大少，你搁这逛啥呢？接你来了，跟我去啊，少爷，待两天啊。不去，你去不？我忙着呢。我告诉你俩啊，别在这晃了啊，抓共党呢。一会儿碰见了，别给我惹祸，听着没有？晃晃，大伙儿都得碰见了。一会儿赶紧回去。哎，日常用品。二位是？护航的伙计，我就是你那接的人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哎，久等了二位。哎呀，没事。这是谁啊？这老爷接那个，那个他叫张先生。张先生，老爷接那个。这么熟呢？熟吗？这我们家大少爷。哦，志中的大哥，倪志仁。他小时候抱过你呢，说。这是侦缉队，现在大官儿。哎呀，哎呀，多年不见，当刮目相看呐！倪队长真是年轻有为啊，年轻有为。这样。晚上啊，到家里，我与你小酌几杯。老爷朋友就是我朋友，赶紧给他领回去。那会抓是共党没崩你们身上洗的。不，走吧，回去吧。那个饿了，给我买俩包子。啊！太危险了！哎呀妈呀！我都想死你了，我都。这里人多，说话不方便，晚上澡堂子见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！你看这无巧不成书，你们要接的这个人呢是弓长张，鄙人是立早张。这大岁数了，你说你准上点不行吗？你这啥玩意儿？你不好意思啊！给你，好的，这帮你白提了半天呢。啥老家伙，你咋整啊，哥？嗯，咋整啊？走，大力，走吧，回家。走。笨蛋，饭桶！告诉你们，共产党在哪儿，你们都抓不着啊！啊，这是日本人给的情报。就整个一帮废物。厅长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都一个个查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挨个查了，共产党呢？长翅膀飞了，
共产党进冰城，带来什么消息，将有什么行动，咱们一无所知。日本人问起来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还愣这干什么？等着和清宫见我呢！啊，我，哎，厅长，厅长，滚！笨蛋！一会儿老爷要说我，你给我兜着点啊！来劲儿！哎呀，嘿嘿，老爷，那啥，我俩去举半天也没看着，没找着张老板呢。那胳膊都举酸了都。张老板现在就坐在这儿呢，啊，人家自己找上门来了。你说，两个废物啊，让你们接个人，你们都接不着。你老板别生气，他们不认识我，自然是见不着，也就接不着我。你何必生这着这急生这气呢？得了，咱们出去喝两盅。行行，那我做东啊。嘿，好，行，哎呦，陪你不？我不去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哎呦，这地，这老犊子挺厉害呀，还个儿摸来了。这早知咱接的啥呀？哎，你起来，你别睡。你看一会儿，你别睡去了，你起来。哎，你别走。那刚才那纸都我举的。我找贾九军，关门了。这儿呢，爷爷。请问，你就是贾九军？找我干啥呀？买布啊？我不买布。嗯，你不买布，你找我干啥呀？我听说贾九军对中国的古董很有研究。你看，我现在那么邪乎吗？这家名声在外呀，慕名而来呀！哎呦我，你真的是贾九军？你这啥话呢？这满冰城还有第二个贾九吗？哥俩。原来贾九军是个卖布的。这家伙，这啥话呢？还是个卖布的？怎么的？你那意思，卖布的又不是人了？嗯，卖布的就。不懂古董啊，嗯，卖布的就不是专家了，嗯，你不懂，我是属于真人不露相那伙的，明白吗？冰城你可以随便打听，我给日本的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宝贝，你问问他，那淘的老好了，那老真了，那都了不得的玩意儿啊！你不明白，我跟你讲啊，古董这个东西啊。你得找我们两个这样事儿的，看着没？埋了吧摊儿的，你这溜光水滑、锃亮的假货，不值钱。贾九军，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。那用啥呢？我也不认识你。是我的一个朋友让我来找你的。哦，道上的。哪个道的？我道上人认识老了，谁介绍来的？佐藤一男。你是日本人呢？嗯，我叫宫本善后。哎呀妈呀，那什么，宫先生啊，你看我刚才说的话就吹牛呢，你就当我放了个屁，没响就完了。贾九军，你太谦虚了。我知道，你给佐藤先生弄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骨头。不是，我那回是碰巧，你不知道，懵。贾九军。你如果不帮我这个忙，就是不把我当朋友。你不拿人当朋友呢？你这不都哥们儿吗？你这，哎，我这人吧，好交朋友。朋友，好，那我先回去，改天我来找你们。哎，我对中国的古董非常非常大的热情。你慢走！我的妈呀，
贾秀军，三杆军，啥玩意儿？说这梗，啥玩意儿？说最近怎么的了呢？被他们小日本给我糊上了，我操！不，哥，你干啥去啊？嗯，你干啥去啊？洗澡去呗。我也去。看着吧。那刚才我也挺累，你带我一个呗。贾小军，你啥也不是，贾小军。有呀。哎呀，我说，一天你走以后，你去哪儿了？可想死我了。我也想你啊。你跟我说说，上次我走了之后，王超同志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别提了。你走以后，王超着急回当铺，销毁名单，结果当场就……老周也死这阵一堆了，都怪我，一点能耐没有。不过，秋儿，有杀我令在，杀我令。是咱们的精神，是咱们共产党人的精神。只要有了杀我令，就会激起冰城乃至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，并且有了杀我令，会有千千万万的人投入到抗日的队伍里边来。你放心，只要用得着酒，我万死不辞。这次我回冰城的主要任务是重建咱们冰城的地下组织，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。什么？我手上有一封信，需要你带出趟松山山，交给杨书记。鬼子管得太严了，我不方便动，只能靠你了。现在整个冰城都封锁了，很紧张啊。就算我的话，也很难出去。九儿，你忘了一样东西。你现在是日本人的特等良民，你有免死金牌啊？对呀，我咋把这个忘了？我有良民勋章啊！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干啥去了呢？这人呢？志平，怎么样？刚才电影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那好，找时间我们再一起去看。有时间的吧。志平，你看这天那么冷，以后干啥呢？来了不进屋呢？贾九军，你也在啊？啊，贾九军，我正要找你呢。如果明天方便的话，我想陪我们出城一趟，我想再收点古董。你这又扯，你们小日本子不是？你们日本人怎么的了？最近怎么都出去买古董呢？今天来个人找我，说什么宫什么玩意儿啊？宫本君啊？对，他说你介绍来的。是这样的，上次你帮我收那个古董，宫本君看到了，非常的仰慕，非要让我介绍你认识，不好意思。给你添麻烦了，这话说的，他麻烦都不麻烦，我呗，就是咱布行的一个小伙计，也不能老出去，我得干活啊。贾九，你就陪我和佐藤一起去吧，店里不还有三杆子呢吗？啊，贾九君，我们是好朋友，就陪我们去一趟吧。那行，小姐都说话了，那我能不去吗？那好吧。就不打扰了，明天见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去。你非得让我跟他去干啥去？老许今天是不是找你了？嗯。是不是给了你一封信？对呀。正好，
我们明天跟佐藤出城，把这封信带出去，顺便打探一下佐藤出城的目的。哦，这个事儿啊？啥？你跟他看电影去了？对啊。电影那玩意儿演的怎么事儿？那玩意儿？这个电影讲述了一段男女爱情故事，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，但是到最后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好，就跟《苍兰传》似的呗，长梦梦似的，是不？怎么了？没咋呗，我就问问，没看过那玩意儿，打听打听，怕打听。哎呀，生气了？谁呀？我哪有气生啊？生气没气？那怎么看你脸色不好？啊，没喝酒吧？喝酒就好。哎，我听有人告诉我，你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啊，真的。我从小就稀罕你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佐藤，你喜欢谁？佐藤是日本人，你是家人。你说我喜欢谁？行，回去慢慢想想。早点睡去，大小姐啊。戴守军，快快快，快！我实在玩不转他，咋的了？他不听我的，快快！哎呀，快快！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我不正入乡随俗吗？希望老百姓能接受我。哼，你咋随俗的话，你也差点劲儿啊，差点味道啊，是不？志平，你看这样好点吗？还好。哎呀，别糟践我这帽子了。你就换再比这破的衣服，这马也闻着也不是味儿，是不是？是。那这样，志平，上车吧。啊，来，这活你干不了，来。哎呀！哦。哎呀！先。这马还是交给你吧，你说他也不适应我这味儿，肯定不会听我的。再说了，我也不认路啊。慢慢就认路了。来，大小军，我再慢慢学，但是这回还是你来吧。啊，行，辛苦了啊。哎，走了啊，驾。鱼，哎。
贾九军，为什么这里在下这么大雪啊？冤呐！佐藤先生，我说话你别生气啊，不知者不怪。你说你们把人坟挖了，而且拿人东西，他们能愿意吗？冤呐！是挖坟掘墓的人是大不敬的，是要遭天谴的。我不信什么浅不浅的事情，那些事情都是迷惑你们中国人的。我只相信，只要手中有枪，才能保护自己。报应来了，枪也没用，别不服气。命运啊，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。只要通过努力，任何的事情都会得到。就像我从日本来到中国，就是为了治平小姐。我一定会娶她的。治平小姐，你别想了，我们大小姐给她算过命了，她得在我们中国找一个大英雄啊。什么？中国英雄？你们中国还有英雄吗？你们中国的男人都贪生怕死，都是软骨头。哎，总先生，你咋这么说话呢？我跟你说，行了，贾九，赶快找个小饭店吃饭吧，我都饿了。老板呢？李老板，我们李老板在外面做饭呢，是吗？啊，行，你给先上点水喝啊。好啊，来了。嗯，哎，李友军，去哪儿啊？我找他们老板呢，整两个硬菜呀，整点好吃的，顺便我再打听打听，好玩的事。你跟这老板熟吗？老熟了，不熟的话，我能领你上这儿来吗？啊，哦，快去吧。嗯。主要是东西啥的，我得打理好。哎，谁是李老板呢？哎，我就是。哎呀，来，这位爷啊，那个松花江大鲤鱼有没有？有啊，还挺新鲜的。多大的？3斤8两2钱。这么准？嗨，只要心放得正啊，自然就量准了。茅房在哪儿呢？后院。
二位请慢用。 志彪，你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事儿。哎，你最近跟日本同学还有联系吗？一直没有联系，该吃吧。来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小九君，你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啊？闹肚子了，现在不怎么着。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 没出什么事吧？啥事啊？啥事没出啊？小九君，你有没有打听过董的事情？打听了啊？这会儿没啥好玩啊。不是，你没有问问你这个朋友李老板吗？问了，他捂着捂着不知道说啥玩意儿，没啥太好的，还有。 那你问问旁边的人呢？旁边那老娘们长得老磕碜了，我不爱跟她说话。磕碜，小九君，磕碜是什么意思？磕碜就是就是长得特别好看的意思。磕碜就是好看的意思。要这么说的话。 我们日本有很多磕碜的女人，我的母亲，还有我的妹妹，那都非常的磕碜。你妹妹说最磕碜，真的，非常的磕碜。用你经常说的话，那是相当的磕碜。哎呀妈！啊，对了，你日本女的长那么磕碜，你咋不在日本找媳妇呢？啊，虽然。 日本男女人都非常的磕碜，但是磕碜和爱情是没有关系的。我们家大小姐，我跟你说，长得是最不磕碜的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在我的心里，织萍小姐那是相当的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赶紧吃饭吧。吃吧，吃吧。那吃完饭。 哎，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怎么样啥呀？这宝贝不知道都跑哪去了。小九，会不会我们找错地方了？哎，佐藤先生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东西吧，你要硬找吧，还真就不一定能找着，你还得看缘分，缘分不到你就翻不着。那既然没找到。 咱们就往回走吧，家九君，你说这大雪天的跑了这么远，要不然咱们再看看。看看，哎，最后一家，行不行？最后一家就看你缘分如何了。如果有呢，咱就带走；没有的话，你别找了。啊，家九，回去吧。最后一家了，你瞪我干啥呀？最后一家。 好，走走走，好，走。女儿们，人儿啊！干啥呢？你们找谁呀？没事，你别害怕，俺来找找那个你家有没有老物件啥的。哎，当家的来人了，大当家的，当家的来人了。 哎，当家的来人了，干啥呢？你们这是老物件有没你家？老物件，这能有啥老物件啊？你看我这院里头，就一破缸，屋里还有点破家具，你要吗？那要它干啥呀？死沉死沉的，别的没有了，没了，真没有了。那个熊色也就没有。走。哎，咱们家不是有那个鼻烟壶啥之类的？去你那败家老娘们家做什么去？回去回屋。 啥玩意儿？甭听老娘们瞎说，他瞎说呢，什么也没有。什么鼻烟壶？啊，鼻烟壶，那个小鼻烟壶，那我爷爷传下来的。哪年呢？那说不好了。
那话听说好像是我爷爷的爷爷的传下来的，是吗？有年头了。卖不卖？卖就等卖。那传家宝怎么能卖呀？你留着也不能下崽儿卖得了呗？饿死我也不卖，给多少钱我就不卖。卖！赶走吧，赶走吧，赶走！哎呀，家九，你家不卖，赶紧走！不卖，你这犟不犟？怎么样？你看啊，家九都说了，转了这么半天，不就是没缘吗？既然碰到了这个，家九君，我认为是不是跟我有缘啊？我要跟他白活白活。你瞪我，他也有缘。干啥？跟你说一说。来。2000，太贵了。2000块钱还贵啊？1500。1000。就1500。贾九军，你别动，别动，动揍你！1500是吧？还值1500吗？走！贾九军，既然跟我有缘，1500就1500。左腾，太贵了，别买，不，走啊！跟我有缘。多少钱都行啊，贾九，他稀罕让他买呗。对，赶走，赶走，都让他买。走，进屋。你熊孩子，你慈禧那年的，慈禧年代的那个老值钱了。那便宜了，卖便宜了。哎呀妈，这玩意儿挺好啊。老于，什么事儿啊？最近这些日子，鬼子疯狂地捣毁了我们几个地下联络点，王朝和周永林还有很多同志都已经牺牲了。他们还贴了悬赏令，要缉拿我们的抗联同志，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再一次打着杀无令的旗号，策划一次更加阵势性的暗杀行动，让小日本知道。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，灭灭他们的威风。这是上级给我们的暗杀名单。没问题，几天之内让他们在人间消失。酒是吧？哎，对，来，闷一个，庆祝一下来。哎，你再整一杯来，庆祝一下来。庆祝什么呀？庆祝你给佐藤又买了一件宝贝是吧？啊？谁让你这么干的？你不让我这么干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让你这么做了？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意思不就那个意思吗？你还敢说是吧？啊？在那个老乡家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你，你非得把那个鼻烟壶给买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愧疚人不？那佐藤那么疼咱们，多疼啊，对不对？咱得讲究不？啊，得上一步。1000块钱买那个玩意儿多便宜，讲大便宜。你知不知道那是古董？你怎么能帮日本人呢？那个，烦你，马上马上。这什么呀？怎么回事？大小姐，那就是九哥，就在咱们仓库，他随便就找俩，先糊弄糊弄那王八犊子。那俩老乡呢？那没好的，俩从演戏呢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害得我一路上着急。我故意的，我想。着急，完了拉了脸儿。你拉脸的时候老好看了哦。我看你就是诚心的吧，是不是？疼、啊，疼什么呀？你就是喝多了。哎，大小姐，他可没喝多，他这是酒没喝多，人自多。去，
你看我儿现在出息了。你哥喝多了，你没正形。好了，看在你立功的份上，本小姐敬你一杯。消停声的吧？你认字儿啊？那不有图吗？那上面呀，哥，说那沙悟净重出江湖，那些事儿真是你兄弟干的？不是他们还有谁呀？哎呀，那太厉害了，这咋听着都解恨？海上，海上，海上，海上！呀，你找他吗？对。小罗，干啥去啊？忙上火似的。我在这片巡逻呢。二叔啊，昨晚出啥事儿了？呀，告诉你啊，那沙窝令把全城给闹翻了，杀了不少日本人。倪队长都输一条沙窝令，差点把命都给丢了。是啊。啊，那可不。现在咋样了？算他命大，拉了个兄弟垫背了。那家伙差点被人拿飞刀给飞死了。哎，我这公务在身，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往里面，动动动，小心点啊！你慢点蹬，二叔。好嘞。这老天哪，他就不长眼睛。你这人那么坏也不死了，你说这都整不死的。没到时候呢，早晚的事儿。这小子肯定不得好死。昨天晚上城里出现了沙窝令，杀了我们很多人。你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第一良人，我得来看看你需不需要保护啊。用不着啊，你说我吧，一个小伙计，你保护我干啥呀？没用，不值钱那玩意儿，你保护我干啥？哎，那个鼻烟壶好吧，是不是挣老钱了吧？你请我喝酒啊？喝酒没问题，不过贾小军，我要告诉你，那个鼻烟壶是假的。不可能的事儿，那等假的呢？我找人看过了，我找你来就是想一起去找他们问一问。啊？就那小鼻烟壶值几个钱？假的就当假的呗。贾小军，我最讨厌别人骗我，欺骗我的人要付出代价的。没用，那玩意儿就犟。好了，小九军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骗我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。